咱们这样做没事儿吧？哎呀，当然没事了，我们都是为了球队。先走了，明天见。你呢是为了球队，我是为了军业，他在这儿多影响球队的进度啊。你说的对，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你去哪儿？ 某些人还真是受欢迎啊。对啊，所以你要好好珍惜我。饿了吧？一起去吃点宵夜。那就去吃那家专门给运动员做营养餐的饭店好了。姚真那家？好啊。我只是想干脆一点。 告诉他我喜欢你不就行了？不行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总之，这件事等他走了之后再说。那你继续努力。哎，你不帮我一下？自己的事儿自己做。帮帮我嘛，郑大少爷，求求你了，帮帮我！哎呀，帮帮我嘛！